是的，没有错。以上就是我今天来看 ABL 宝岛梦想家的内容。今天输了，很可惜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打了一场的好球。今天第一次看到黑人哥，我觉得黑人哥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，也让大家知道打篮球不是为了有多好多好的成绩，而是你能够在场上学到成功，还有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。最后呢 ，Never try, never know， 谁知道我们何时要赢呢？对不对？但是还是不后悔啊！谢谢黑人哥，谢谢宝岛梦想家，请大家支持台湾篮球。我们下次见。